就是揍敌方，然后揍完敌方把他丢下去。OK。把丢下平台，然后就开始。马老师，锤！马老师，锤！把我的游戏卖了。就锤。哟，哎，我怎么被打倒了？别跑！哎，为什么你们有道具啊？我操！打倒你！哎，我起不来了。可以捡，马老师。哎，我怎么起？飞起来，锤！飞起来，然后捡道具。哪有道具啊？我操，没道具啊！地上。哎，这里有个棒。先把这个有武器的打了吧。啊！十五块。然后爬下来，把哎，不好意思，没了。完了。啊！这一下能敲这么远的吗？看不到他呀。你没过新手叫。这鱼啥意思啊？哦，我还能丢道具啊。可以，我操！我现在懂了，我刚不懂。对，就是把敌方打晕之后扔下台，然后这样子中毒了就晕了。那个绿色的，马老师，你可以先去过一下新手教程。OK。对。我已经会了。好。这关键点啥意思？这位。然后观战可以给他们扔东西。观战点三一，啥意思啊？香蕉皮，这香蕉皮是干嘛？就是他们两个，就是还台上还剩两个。哎，我鱼咋就丢的？你很牛啊！小树塔通拳，打他妈！半天没打中，等一下，你捡道具啊？捡那个锤子呀？那个锤子厉害呀！他那个锤子在雾里面了。哎，现在就是哦，还有雾，圈，他那个游戏，哦，还有哦，还有圈，绿色的那个雾。哦，对，哎，我游戏，圈，可以。耶，这为什么他可以能上来，我上不来呢？为什么你不动了呢？可以卡了，老师。为什么他不动了呢？我怎么死了？因为我假死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但是我也没有死。我懂了。举个人，我死了。哎呦，他一拳给我锤！哎，别！哎呀，姐姐！马老师，这是我，马老师，别打我， okay, 别打我， okay, 我俩一对的，马老师。哦。那等一下，先打他们两个人一对的。哟，哎呦，我操，行不行？这恐龙是谁呀？我抓你，忘记点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哎呀！你可以抓我吧，石头，丢下去。哎，我怎么丢不下去呢？你为什么扔不了啊？按什么键是扔呢？哦，还有电，我操！他那个枪是电，马老师，你按什么？怎么扔？怎么把人丢出去？怎么丢？啊，右，你左键抓住，然后按右键就把他丢出去了。按右键是吧？对，左键你要先抓到手里，然后按右键就把他抓住。马老师，这个绿色的雾气是毒啊！你不能站在那个里面，你不能站到那个毒里面。哎，我死了！上起他妈，你拍你活动活动，应该还能站起来，马老师。没有，我死了。哎，他有血量的吧？如果你的屏幕变黑了，变黑白就对了。他是有血量的吗？你拍两下就有的。左上角是血量是吧？好像我动不了了。哦，炸飞了。坏，不是被炸倒了。哦，谁扔的呢？哦，还能转。哎，这铲还能转，我操！完了。铁锹。那像咱这样拿铲子太猛了，铲子拍两下就死了。啊，赢了。OK。嗯，好，会了。就是拿这个锅，这个锅。对。别拿着它！我操！师傅，哦哦哦。哇！师傅，我输了。我说哥，你在干嘛？我这是，我。哎，别！对，拿这个，然后打他们转圈，给打到他们。不行！仔仔，我俩打，他们出剑。哎，马老师打虫子，打虫子，马老师打虫子，打虫子。哟，我操！打白色的我是鸭子，那是你队友，别打我，打他
你在干嘛呢，二哥？哎，我上来。哎呀，马当马总裁，错你了！对对对，就他，把丢进去，抓住丢的，你把菜的了，我吹，哎，马总怎么在我身上？这什么？这我卡 bug 了。你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好好好，完了，听脑瓜子了，听脑瓜子了！哎呀，别枪怎么没有用啊？三千飞腿、啊、不行，等等还不能去，等等还不能去。哎呦，就这枪！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抓墙回去？二哥，不要二哥！回二哥，你何必呢？我不行，我不能死。二哥，你说你非得干这？我要上去。我，马老师加油！打晕他！什么情况？他还活着，你哎，为什么丢不起来呢？因为他你得等他晕才能丢他。对 ，nice， 老师，你把他打死了啊！我赢了吗？我赢了，没体力了，我没体力了。快了，仔仔，仔仔要吃菠菜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吃？这样吃，仔仔。完了，坏了！快先拿，先拿三三。哎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吃的，那是铜猪吃的。先打什么三三啊？你疯了是吧，二哥？我操！马老师，你怎么飞走了？啊！哎，这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可以把我丢出去啊？可以吗？我双截棍，马老师。不是，我怎么被局扔飞了？这是怎么做？这个怎么做到的？这个可以把人抡飞的。哎，我操，这好猛啊！来丢掉是按什么键啊？就是我的。这好猛啊！嗯，你下来吧，珊珊，早晚是要打的。哎，人呢？珊珊人呢？就是举起来丢掉是按什么键？在上面。我操，还有背包的。按什么键？按左键还是右键？我飞机，哎，完了，磕脑瓜了。锤？锤？我满血直接没了。你等我站起来，小猪你快，小猪快，小猪快，我很急。这个血量看不到，看不到他们的血量。我踩上，我不会丢啊。哎呦，这双截棍好像不要太过分，很刀啊！我操！你闪！我滚！武器还是很厉害的。抽不起来嘛，这双截棍。我。什么东西啊，这个叫胶头。哦，哎，这怎么丢的？怎么扔出去的？左键右键。我左键抓起来，右键丢出去。哎，我试了，刚试了不行啊。炸弹了，搞了。这炸弹有时间的吧？哦，我好。哎，打晕了。哎，不丢他呀？哦，已经死了。OK， 拿下！